主啊，感谢你拣选咗我经历呢个事情，让我生命中能够遇到佢。我是明恩，而 Sophie 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记得那天在主的安排之下，我第一次遇到他。你没事了吗？主亦都引领我去认识福音门楣。偶然之下，我哋再一次相遇。真系好意外，原来佢系我邻居。我仲单独遇到佢，我唔知点开口同佢讲嘢。所以我就咁走咗去咯。咁你啊，你喂，我有撞到佢啊！真系噶？系啊，啱啱琴日有撞到喎。系咯，唔知系咪基督徒咧？但系福音门楣将佢引领到我生命之中，佢被上面展示嘅话语吸引咗。呢次我哋开始咗近距离接触。Sophia 知道我怕丑，所以佢单刀直入咁问 ：Hi， 上次咧你咪有一个好高好大好靓嘅气球咧？是不是送给女朋友的？是啊，我都没有女朋友。我们想到一个计仔，但你住隔离啊嘛，送给她啦，你还可以顺便带埋去参加会。好啊，好啊，我送啦咁就。好嘢。大家隔离邻舍，我有啲嘢送俾你嘅，你睇下。唔使咁客气喎。唔系啊，真系好靓噶喎，你睇下先啦。點解有賣紅嘅樣嘅？呢個係你嘅天國 ID 卡同埋個門鐘，都好靚。嗱，好易裝嘅咋？嗱，你等我等等，我翻嚟攞啲嘢先。等等。住路邊，未來住岸邊，日日當秋千。好易裝噶咋，多謝曬。陳明恩司機，睇咗啊 ，OK。Hi， 我想邀請你翻我教會啊。平時我哋都唔係好點傾偈嘅，所以又唔知點出聲，咁啊留個言俾你啊。你得閒話俾我聽啊。今晚在星期日朝头早，我等了他好耐都不见他。突然间主听到我的祷告，将他带到我面前，还送了一个很大的公仔给我。哇！我很感谢主。希望你喜欢我。神对我真的很好。我很想将我的感恩分享给所有人。天父爸爸真的很感謝你，很多謝你愛我們，很多謝你讓我們可以認識你，你又揀選我們，多謝你給我們生命裡面呢又可以經歷到你。耶穌，我又感恩，因為你真的賜了這個發明的恩賜給 Jonathan， 但是他不是想榮耀自己，他很想用這個恩賜去榮耀你，以及去將你的愛
你嘅福音可以分享俾其他人，喺佢哋好好需要一啲嘅鼓励嘅时候啦，啊，会有一个 message 出现啊，当佢哋好需要有一啲嘅提醒，咦，会见到一个经文喺呢个福音嘅门铃里面，所以好多谢你主，我靠你自己亲自去用呢样嘢，我哋将一切嘅荣耀归俾你，因为你先系创造者，我哋将所有嘢归俾你，求你去使用我哋嘅礼物，多谢主，奉主嘅生命求，阿门。